访问网络电视的观众朋友，发来我的乡亲时代，大家好，大家午安啊！咱台湾吼，实在有影热到吼，讲36、37度，迄落热度啦吼。啊，搁咱遮吼，算贫民区吼，迄个烧气吼，拢散发袂出去。啊，搁菜市啊边啊，搁有迄落菜市啊的迄个菜臭气的、鱼肉臭气的迄个臭味安尼。啊，实在是足委屈的，啊，都无法度吼，咱住伫个这贫民区内底啦。吼，啊，都爱搁继续拍。平安呢？啊，今仔日安尼，吴国安老师呢，伊顶阵啊遐啊有隔浪一段时间无来，啊，所以讲大家拢足思念你的，安尼先说下落者咧。大家好。嘿嘿，啊，因为我特别要甲你邀请来讲诶，我足久以来一直邀请哦，你拢啊无闲嘛吼，啊，因为最近吼，即两日前啊，有一个。因迄个中国的迄个维权律师，说清楚讲维权律师，伫个咱遮应该是算民主律师才对啦吼。因遐中国的迄个称呼无同款，啊，伊过来伊这个人是真无简单，就是讲是一个人才，啊，因为伊目睭看无安尼，啊，伊这边呢，伊眼盲心不盲，吼啊就安尼逃离迄个中国共产党了，伫咧美国啊，人家邀请来咱台湾。但是伊来台湾的时阵，咱大家拢家泼泼塌塌，哦，啊，都家伊安尼捧到那神嘞。但是伊所讲的迄落结论嘞，就是讲台独已经无市场啊，吼，就是一国两制，吼，啊无迄落啊，咱对这个台独无市场过时啊，这个代志呢？今仔日要来邀请安尼吴国安老师吼，来甲咱大家乡亲时代来讲一下，因为这种的代志吼，因为台独吼，咱已经讲几啊十冬啊嘛，甚至讲几啊百冬来讲啊吼，啊但是唔知是讲的人错误，还是做法错误，啊拢未成嘛，啊所以讲你今仔来甲咱开破一寡甲别人讲的无同款的所在安尼。啊，讲开破，你讲。我无啥物款的这个教论，通甲大家开破。问题是讲吼，咱所看这六十年来，即个台湾咧讲，所谓讲台独运动，是吼、哦。啊，台独运动行到今仔日安尼来，煞连我家己嘛煞唔知讲，啥物叫做台独运动。啊，最近我有伫这个《自由时报》看到一篇这个少年家啊吼，这个海洋大学的少年家啊，讲伊个咱是这个。啊，什么是台独就对了吼、哦。啊，我一开始吼、哦，在我所了解以前的人吼、哦，是唔是讲台独？以前的人对台湾前途的这个愿望，伊唔是提出台独，吼、哦，这二八时间以前，这个以后，这个譬如讲廖文杰，吼、哦，廖文杰的主张。我那是拢讲交联合国托管，所以要求的是交联合国托管。托管了后，当然是独立，要独立。就是讲所有独立，应该是为联合国独立出来，好，在联合国监督之下，全民投票来独立起来。啊，但是这个问题。刚才说讲，咱因为咱国内政治吼、啊，一直行一直行，行到尾下来吼，所以拢必扯起嘞。是啊，煞走正去啦，煞走正去啦。啊，这个走正，咱先为对开始呢，为李总统诶，这个全民选举，全民选总统，对，全民选总统一个来点吼，大家就说误会去啊。五所以台独，所以啊，引起讲这個民进党当然是这个施明德啊，就第一第三是讲啊，大学你讲独立嘛，哦，施明德都讲安尼讲啊，啊，民进党就达到了改变伊的台湾前途国语文吼，嘛承认讲台湾就是独立嘛，啊，所以李总统啊，但李前总统李登辉先生迄阵啊在讲啊，台湾改名就好，或者台名台湾正名运动。台名正嘛，就只要讲，啊，咱即番就中华民国就独立嘛，吼、哦，啊，咱哪个改做中华民国个正名做台湾民国，还是台湾民主国，还是啥物吼？就改名台湾就对啦。好、一个名就对啦。安尼台湾的独立运动就完成啊。其实这件代志吼，
我懷疑懷疑，安怎懷疑懷疑咧？我捌問問一個真有名的遐六家，姓李的吼，姓李的誒遐六家，我問伊講吼，台北有一間美國銀行，是美國的銀行，吼或者美國銀行，American Bank 吼，這間銀行即賣咱甲改造好做台灣銀行，吼名改過咯，改台灣銀行咯。安尼，这间银行是啥个？咁台湾的，是台湾的，啊，美国的。同款是美国的，同款是美国的，名称改过尔嘛。嘿。所以中华民国啦，改名做台湾民国，嘛是迄个国就对啦，同款是迄个国。哦，虽然讲对啦，独立啊，啊，即摆问题就讲是中华民国独立还是台湾独立啦？这个物件有时啊，煞感觉，咱。唔免讲是迄，即卖少年家啊，就是包括亲像咱即个年纪，吼，即、這个六十年来，伊个看起来是嘛算戆起来。对。啊，即卖咱一直讲吼，即、這个阶段上台独运动，应该严格讲系早期咧讲台湾要求由联合国托管，啊来全民投票来决定前途，迄、那个目的是建国。建国啊，这个建国若无讲，啊，干来讲独立，啊，就古怪古怪。做这林金亭吼，日本的林金亭，是林金亭，台文月刊迄、那个较早的青年月刊咧，青年月刊，社长，迄、那个林金亭讲，台湾爱为日本独立，台湾的独立是爱为日本独立，是。啊！一台湾的有一部分的人是认为讲，认为讲台湾的独立点吼，是爱为这个，爱为中华民国独立出来。好，啊，像啊林志升啊遐有一部分的人认为讲，台湾的独立在法律上是爱为美国独立，为美国独立。啊，因个人讲的吼，拢。有相当有伊个理由啦，伊拢有迄个论述啦。对啦，有迄个论述啦。林志兴甲这个何瑞元吼，伊讲伊去找资料啦。对啦。啊，这个连君林博士伊伫日本嘛，伊久长拢伫日本嘛，所以讲伊嘛是找日本的这个资料啦。对啦。啊，咱这边有咱这边的讲法，啊，煞变讲即嘛吼，唔是干那必车尔，必足侪车去安尼。啊，咱你讲话讲，诶，唔对的吼。其实唔对的是对象，所以林金亭讲台湾是因为日本，吼、是日本的殖民地，啊，日本的殖民地历史大战了后，日本放弃，所以爱为日本家独立出来。哦，伊讲有出来理由，有出来理由。啊，有人讲爱为美国独立起来，吼，讲因为交战的吼，日本甲到交战的对象是美国，所以是。麦克阿瑟是美国啊，所以台湾实际上是美国所占领去啊，吼，美国所占领去啊，所以爱为美国独立起来。哦，这个问题一说说啦唔对，一说说啦唔对，就是讲，伊把迄个历史大战当作说是美国跟日本的大战争。不过，历史世界大战的时阵是迄落八国联军足侪国家嘛，国民国啊，有的人佫讲咱台湾是属于联合国的，因为当初咱台湾讲伫联合国啊，迄落啊，不过台湾伫联合国的勉强就是中华民国，就是臭头啊嘛。啊，臭头已经叫号出来，所以讲咱台湾唔是联合国，但是足侪人拢讲，咱本正咱就是联合国的一员，真侪人有识之士啦。哦，伊所称的优势，嘛真侪人安尼讲。台湾什么都不是，什么都不是。哦，其实台湾什么都不是。台湾只是和日本人统治，后来参加历史大战的时阵，战败走去。日本战败，日本放弃安尼个俩。哦，关于这个代志点啊，有一个矛盾的是讲，既然咱都常常听讲台湾地位未定，台湾地位未定，啊，台湾地位既然也未定。啊，才有独立的问题。对啊，咱要甲上独立嘛。对啊，咱要独立的意思就是，譬如讲阿公阿婆，哦，恁两个就是结婚啦，
所以唔只有离婚的问题。两个话人家家讲好啦好啦，我即马娶者，我甲你离缘啦。对啊，唔只有离婚的问题。咱两个分开，你做你的，我做我的，安尼。啊，那本来都唔是翁仔某，他有离婚的问题，都无许离婚的问题，哦，所以这个代志点吼，不论讲你要为对独立，为对独立吼，拢是小可有一个误解。啊，就是讲，就系讲林志成因吼，因的出发点，我甲别人看是无啥相共。我另外就是讲，因可能嘛是善意的啦，吼，出发点可能嘛是善意的。粗粗啦，嘿嘿。啊，就是讲，啊，唔知影咩啊，心理会做啊，遮大，遮变质。以后大路行，大路行吼，都大路歪去，还是安怎吼？啊，过来是因的这个法律上的解释，就是讲，台湾是日本的高枕国，是美国。是。所以台湾是美国的战胜品，好、战胜品。所以台湾若要独立，就要美国独立起来，好、所以因先有这个动作。啊，咱现在要讲正代志是讲，好、伊家历史大战当作个美国跟日本的战争，历史大战是民国、东民国甲祖先国家，好、直升国家的战争，好、你甲看看日本投降了后的这个。旧金山合约，日本的旧金山合约不是单独向美国合约啊。对啊，伊甲世界几啊十个，世界所有的这独立国当然是独立国各国合约，就可见台湾的个军队，台湾的是独立国的战胜国，战胜地啦。独立国的战胜地，而且独立国战胜地，咱用较简单的理论来讲，譬如讲一个公司，吼，咱是一个公司，咱这个公司到近年来赚一亿。好，赚一亿，啊，赚一亿，敢会使讲迄个经理啦，啊，董事长啊，甲讲，这我要互啥啦？就你甲互人，啊，一家债落地啊，袂使，嘛是咧，爱经过董事会决定啊，分配互大家，啊，大家讲啊，无互你，啊，只授权互你，哦，这才会当。啊，经过会计部门出纳，吼，安尼，这个定数安尼，一层一层来去体制来，意思就是讲吼，台湾绝对绝对就是。东民国就是即摆联合国之下，吼，当然是迄阵咧东民国甲即摆联合国的会员吼，是无啥共之下的一个战利品，一个战利品。啊，日本人放弃，日本人放弃，台湾若要建国要独立，就是为国者，为这个国者独立出来。好，啊，咱今日一直讲台湾要独立，要独立。哦，甚至即马即个有人讲台湾在为中华民国独立出来，哦，那是愈做愈细哈。为中华民国独立的，即个曹长青啦，哈，曹长青，曹长青，哦，迄外省人哈，是美国迄个，曹长青伊嘛主张讲台湾在为中华民国独立起来，但即马主张讲台湾在为中华民国独立起来。出来的人吼，可能把这一大部分就对啦。啊，因为现在事实上是在中华民国统治之下，所以那么为啥讲要为啥独立起来吼？这个理论是讲会通。问题有一项尔，中华民国是多一国？中华民国。中华民国无存在的国。幽灵国嘛。你，中华民国是两个国。一个无存在的国，一个实质上是存在的国。一个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对，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你讲爱为中华民国独立出来的结果，全部入去为中国独立出来。是啊，搁。诶，这个逻辑。又搁愈大坑啊！啊，所以因为安尼，你甲看讲最近吼，这个民进党啊吼，啊一直想讲。要设立这个中国什么部？中国事务部啦，中国事务部啦，中国事务部。好，讲咱无了解中国人，所以讲咱选举袂赢。迄个票唔知是中国人投予伊啊，台湾。所以这个吼，要讲要设立这个中国事务部吼，譬如讲，我是真赞成，但是我是讲吼，你应该民进党应该设立国际事务部，加中国事务部放伊国际事务部下骹，唔是单独。国际事务，因为台湾爱向国际宣布讲台湾是要建国，安尼才对。哦，啊，讲来可能有真济，因为咱内底作群问题啦，吼。是。啊，也是真麻烦的代志啦。
哎，真麻烦的代志啦。所以即个不论民众好，不论政府政治家的对啦吼，要讲啊一个一旦真互大家圆满，嗯，诶，一个即个讲法对吼，真正困难，要找一个真大家圆满吼。无啦，迄个有迄个口才讲的迄种空话啦，吼、欸。啊，有诶，就是讲你无迄个口才，你讲的迄个讲袂出来者。啊，有诶，讲会到的迄嘛无法度做会到啦。即卖问题就是出伫个遮啦。啊，你即卖你看讲这个这个中国中吉纳国的诶，伫个遮台湾这个啊马英九伊就已经讲外交休兵嘛，外交休克嘛。啊，若伫个外交来讲，咱全世界这个台湾人遐尼济，这是毋是讲咱民进党讲吼，伊国民党倒一个较迄落唔对的吼，咱较紧甲升起来，吼用民间的力量来做安尼。我看袂出来讲，民进党有即种的讲中心要爱来执政的迄、那个。迄款的企图心甲野心动力，看袂出来。这个民主党嘅行为甲，甲老百姓是有关系啦。既然是爱选票选的啦，伊就惊讲伊若爱怎讲遐就无选票去，吼，伊是惊安尼就对啦。啊，所以民主党诶，我咧是有伊嘅困难啦。伊就自我设限嘛，嘿，家己画一个硬壳啊，伫遐内底讲我袂当出去，嘿。民主党他应该。设一个，咱怎讲外交部安尼？是啊。哦，国际事务部，咱怎外交部安尼来向国际去游说，去迄落。对哦，安尼做，你无一个即落要建国要遐，那你若离开国际吼，你家己讲拢无法度，拢无法度。啊，恁台湾因吼内底诶作群，伊讲安尼，伊讲安，阮今仔日安尼咧讲吼。包阮有人一卡声后咧，甲你骂讲你乱讲。我出了后，我出了后，到你后壁，佮刷了迄规排安尼，拢甲你订购订价，迄拢无要紧啦。啊，着咱着要过客，那着行靠家谈咧。啊，即摆着聊落去啊。即摆着是讲咱现在在较年轻一代，包括即个民进党啊，在党员派，即摆因嘛是拢会使讲中生代或者新生代了啦吼。这人离开台湾原始因爸迄落战后吼，战后台湾人离别时间以后还是以前的那迄款种数据吼，唔知影去。啊，像这款代志吼，无啥物奇怪啦。你讲最近曼德拉吼发病吼，是时阵人去访问南非，发现讲南非现在少年家啊，唔知影黑白分离啦。嗯嗯。阿曼德拉阿不死嘞，是啊是啊，阿曼德拉阿不死嘞，伊都袂记哩讲，我被分离啊，阿讲咱台湾说袂记哩讲，因拜咱是要爱安怎，诶，即个诉求会袂记哩去，嘛无啥物奇怪，吼，就是讲咱即只啊，只有讲安尼，搁再提醒吼大家听，吼大家听，哦，因为即个，而且我家有一本即个《苏新回忆录》。这个苏新回忆录，苏新，迄、那个苏联的苏啦，新旧的新啦，哈，苏新回忆录，伊内底有这么啊济的报道写讲，当然是吼，日本时期后，这个辽宁的是香港，还是是日本，因的活动安怎？啊，我所知影，咱迄当时。台湾人并不是诉求讲台湾要独立，因为吼，台湾无所属，地位平等，要为倒独立起来，都无是要建国，台湾是要建国，啊要建国爱用些啥物途径来建国？你爱有个国际上或者国际法根据迄个法律来独立，根据法律来独立就是讲，台湾人所要求的是由联合国来托管，联合国托管。啊！联合国托管了后，再经过全民投票来建国，吼、哦！啊，这件代志事实上，吼、哦，这本苏新回忆来对点，吼、哦，有一张记录啦，有一张记录是这个宋美龄，宋美龄是38年，哦，民国38年，1949年。1949年去美国，甲美国谈论一寡话题的代志，内底
担任台湾交予联合国托管，是一个足主要的议题。因为受到美国压力，当然是蒋介石同意，同意把台湾交予联合国托管，然后由台湾人投票来寻求独立，吼、哦，这个代志是成立的，迄当时是成立的，哦，啊，因为安怎他也无法度，因为安怎他这个代志咧全重视，因为你不是加了后，你不是加你讲，我38年蒋介石要走到台湾，疫情迄个时间吼、哦，台湾思想是一个决定，要搞联合国托管，啊来。来主管，安尼，啊，迄阵啊，对吼，因为党啊党，蒋介石走来台湾，伊中国迄边啊政变吼，共产政变起，蒋介石走来台湾。走无路嘛，伊本来要去越南遐，迄落敌死不从嘛，唔可以去嘛，啊，伊只好来台湾。结果即走来台湾了后，变讲即个形势无共去。嗯。吼，你若吼台湾到联合国，一蒋介石要走落去。哦，这错人无路通去，煞无法度解决。所以关于这个，迄当时这个形势吼，引动这个较早，引动这个美国国务卿，当届时的美国国务卿，我爱记得，今日讲当届时美国国务卿叫做布希，布希吼，这个布希唔是后来这个总统，这个老布希，啊，唔是我唔知影，就是讲叫做布希，布希有一个宣言，讲。中国国民党政府用武力占领台湾，吼、哦，这个代志都要解决，但是因为无法度解决，到今日也无法度解决，所以台湾才会现咧，吼、哦，有这个声明，吼、哦，啊，所以就讲台湾人要爱行独立是共款，咱即摆咧主张要独立啦，还是要安怎？总讲对唔对，就是目的是共款，就是要建国啦，就是迄个步数，吼、哦。迄、那个路程，迄、那个步数，吼、哦，有较好，啊，较无迄落对啦。哦，啊，当所以当开始行路是较简单嘞，哦，较简单嘞，唔免多精嘞，又高嘞。啊，唔过随着这个国际这个变化，伊拄只咧讲诶，讲啊，人诶，布希唔知多一个，唔是迄个总统，唔知影啦，是不是大小布希？啊，唔过赶快因就敢那讲圣诞诶嘛是规天下安尼哦。对啊。啊，就是讲这个人又讲啊，这个中国诶迄落国民党支那国诶这个这个国民党来遮用武力夺取台湾，啊，这代志够有后续无？无法度，到今仔日就是咱无法度解决，无法度解决，咱只只一直行，咱就麻痹去。你台湾起初认为国民党，吼、中华民国是外来政权，吼、外来政权，咱咧抵抗这个外来政权，就是讲伊的殖民，咱抵抗殖民政权，安尼要求台湾主权咯，要求安怎咯，吼？安尼时咱一直来。打煞麻痹去，伊方讲脚手若绑一久啊，麻痹去煞唔知吼绑嘞，啊唔知绑。咱以为煞，咱就是中华民国啊，吼，咱就中华民国。其实这个代志吼，讲起来咱真无爱去想歪咧去啊，是讲因为咱的这个民选总统，吼，你定为总统改做民选总统了后，即在你。个你安怎无爱，安怎不愿意对啦吼？是，嘛是等于讲你承认这个你是中华民国，统治的对啦。吼，变讲咱个无意中，咱个中即外来政权的即中华民国，吼即国民党，改本地化，改合法化，变讲。同款的对，那个合法化。咱说顺从着这个、这个敌人的迄落统治者的迄个脚步，伊的音乐，咱说全的落去行到正顺啦。啊，你行到今仔日安尼来变讲，啊，你若讲要为，你就承认你中华民国，你对唔对？你嘛是你中华民国。哦，啊，你若要为中华民国独立起来，变讲你爱为你家己独立起来。变讲你爱为你家己独立出来。哦，这个矛盾就大。对。这矛盾就大。所以咱只就是讲台湾吼，那敢若有一条路啦吼，独立是目的，独立是目的，但是就是建国，台湾主权建国，就是你把
现在纪念六十年啊，甲这个所谓中华民国给容纳入来，嗯，给中华民国给容纳入来，好，嗯，容纳入来意思，歹听讲，该消灭去啊，嗯，好，给容纳入来，啊，建立一个新的国家，一个独立的国家，好，有咱家己的。诶，宪法当然就爱咱所有主人。重新下定制定。不免重新下，准讲这个用这个旧的宪法小可修改了嘛，是爱是咱全民做的，咱全民通过。嗯。哦，包括一些新住民、旧住民、什么民，都是台湾人，所有台湾国籍的人，诶，大家共同所制定的一个宪法，在这个宪法之下建立咱的新的国家。好。嗯。应该我咧想是安尼较对，嗯，啊，过来有一个吼，嗯，不过有一款想法，这款想法这是相当早期的，阮少年的时候，阮也是安尼主张，嗯，哦，我有看到这个郭正典，哈，郭正典遗书啊，吼，郭遗书，伊有讲，嗯，啊，台湾，吼，啊，台湾国，幸好台湾民主国。伊讲台湾宪法民主国，我今日看到伊安尼讲尔，别人无人安尼讲。但是阮早期阮嘛安尼主张，阮嘛安尼主张，因为清朝吼，清朝甲台湾挂日本吼，甲挂日本是战争赔偿的啦。对，赔偿伊五十担啦，嘿，不是五十担，伊全赔人啊，赔人人个啊，你中国你无管啊。啊！我这间厝都我欠你的钱，我还你都你的啊！那后那后咧几年几年，吼、哦，你中国今仔要搁主张讲台湾，伊也是无根据啊，迄无根据啊！你已经挂予人，除非日本搁再还你，搁再挂予你，搁再伊就无正关了。比如讲，中日战争啊，我都要赔你啊，台湾都我的，我甲台湾搁赔你，吼、嗯！除有安尼，你中国才会当主张安尼，无你中国要主张台湾是你的，无理由，绝对无理，因你已经唬人啊。嗯对不？你只鸡也卖人啊！你按怎鸡也要讲偷鸡嘛？哪有理由？无理由，吼、哦！啊，所以过一阵是安尼看的。嗯。啊，我是讲，当届时吼，啊，中国甲日甲台湾割予日本，清朝甲台湾割予日本。嗯。哦，割予日本了后，事实上，清朝无甲台湾移交予日本。嗯，啊，照历史记录是这个什么人？这个李鸿章因囝，吼、哦，李鸿章因囝，奉命要个台湾交予日本，伊唔敢来台湾，啊，伫海上，伫海上船顶，干那鞠躬啊，遐啦，遐啦，遐你去啊，你吼，哦，伊个交接是安尼来听，结果迄个时间啊，伊交接迄个时间，台湾你个独立啊，台湾一个宣告。台湾民主国独立，就廖文杰因的嘛？不是，迄个黄锦松，苦王家，哎，苦王，苦王家，哎，台湾民主国啊，已经台湾民主国是，啊，无啊，咱讲迄个啦，嘿，已经台湾民主国是成立吧，确实是成立吧，吼，啊，成立吧，这个台湾民主国成立，除了日本以外，全世界无人反对，伊中国嘛无反对，伊中国明日嘛明日台湾独立啊，嗯，吼，啊，台湾就独立起啊。迄阵啊，迄个国家叫做 Republic of Formosa， 吼、哦，啊是独立起来，啊，这个独立几十年了后，对吼，就倒啊，嗯，就倒啊，安怎倒嘞？唔是你中国来拍去，唔是啥来拍去，是予日本军来拍去啊，嗯，日本军来征服去，吼、哦，日本军为二地吼，为二地定陆，啊。甲这个民主国的军队啦吼，还是讲以后台湾的移民军，经过战斗，实质上的战斗，死三万几人的战斗，甲台湾征服去，甲台湾征服去。所以事实上，台湾和日本统治是中国放弃伊的主权，放弃伊的领土权，嗯，吼，是一个原因啦，对啊。直接的原因是和日本人征服去。台湾人牺牲三万几啊，去予日本人征服去。啊，所以这个到经过五十年后，日本人甲台湾人放弃
就要回归民主国才对啊。嗯嗯。台湾都要回归民主国啊。对啊对。对哇、嗯，所以那个贵议书讲台湾哎，宪法民主国，嗯，是不对。那台湾宪法民主国，这个理论就是讲这台湾复国运动。嗯。是台湾复国运动，唔是独立运动，哦。啊，当然啦、啊，当然，独立就是包包括在内就对啦吼。哎、嗯，所以啊，你去个一心去解释。唔、嗯，过嘛地嘛地。你对阿你讲讲爱用哦，但是迄个民主国就无成气候嘛，无讲予咱所有全体人民知影甲认同，因为迄阵啊，足少人知影。这件问题吼、这件问题就是你的逻辑的问题啦。嗯，因为咱现在是伫中华民国统治之下的逻辑解释，啊，过去是日本人统治之下的。日本人的解释，吼，甲思想无同。我刚才有讲这款理论的人哦，我刚才问伊讲，好，中华民族国迄国旗，互你画啦，唔免讲你委托个人往那想，啊，大家具体个画出来，免安尼，都是我摕一支国旗，互你看，你画，你看画偌久啊？嗯嗯，对。刚才看伊国旗画偌久？直接好，啊，安尼吼，对啊，啊，这个民族国研究点吼。他偷摕的是这个黄兆东啦，好，黄兆东虽然伊也无啥讲民主国就是才是爱做多安怎吼，是伊啊，这方面论述较少，啊，但是黄兆东伊有基础讲民主国吼，第一民主国有政府，所以国家的条件，政府、人民、领土，拢总有，甚至伊当开始独立的时候，伊有独立宣言的嘞，各有干那什么宪法的这条物件滴嘞，拢是有牛逼的。啊，你当开始日本是世界非常强势的国家嘞，是啊。伊苏联、清国遐哩大，都无几年啦，就叫轻轻倒啊。台湾要抵抗伊哪有法度？你讲啊，台湾几年人啊，就倒翘翘。还是真厉害，台湾人算伊个拍破个俄罗伊有阵抵抗日本吼，抵抗两三个月。像有迄个大汉吴汤新呐，嘿大将吴汤新呐，哦，嘿客人新得个客人，嘿少年人哦，嘿个个拢勇强。伊有阵啊抵抗安尼，是啊，德国刀菜都我都不听因嘞。咱即款少年家啊，你唔免去唔通，你无资格批评民主国。那你？咱卖讲你啊，我啊，你咱吼，拢无资格啦。咱敢讲，咱无得走去啊，走去食咖啡啊，对吼。对啦，有冷气的，开较冷的就好啦。对啊，啊，所以我建议这少年人吼，爱多多研究台湾的一寡历史，啊，台湾的历史要研究台湾历史，唔通干那凭迄个汉字的字，汉字的字中国人写啊，对啊，吼，去研究，你若开始讲吼。昆仑关有一个铁骨山，有一个铁骨山，跟日本人抵抗是七年，七年了之后，日本人消灭去。事实上，日本人就二帝定律啊，征服台湾，确确实实有法度全面个台湾统治是七年。对，因嘛付出的代价嘛未少呢。对，有死过万人了。是啊是啊，嘿。啊，所以这款迄落地方，咱啊咧。中国讲缅怀过去啦，吼，缅怀过去，实在是这个我真佩服这个桂正殿遗书哦，伊提出这个国像啦，吼，啊，事实这个国像在建楼吼，建楼中国人来时喏，阮都安尼想嘛，阮都安尼想嘛，因为迄阵阮一个台北国佬流浪的时阵吼，事实台湾民主国足。做迄个档案，做做迄个、迄个，你藏在新光的这个台湾博物馆，哦，台湾博物馆，啊，台湾博物馆遐后来吼，搬去这个古那街的仓库藏咧，啊，有一寡物件拢无去，哦，有一寡物件拢无去，讲是叫做水淹去还是安怎？事实阮所看，我哩当时阮都看到讲，哦，原来恁台湾。过去是遐尼啊，风光吼，遮尼风光，遮尼勇敢咧，遮尼啊，青烟。清朝才三几年，咱就投降啊，咱台湾都
一个小小的台湾德国斗菜刀，啊，因那是洋枪洋炮呢，啊，日本的军事是训练有素的啊，啊，这个什么拢武术刀就好，就来剑剑的，啊，咱的迄个歹铁啊，一支菜刀你要共破。对啊，啊，所以咱即马讲到这啦吼，咱那是讲。啊，有诶讲，啊，再就讲啊，到底要创啥？是啊，啊，嘛是安尼过年诶啦。嗯，吼，啊，咱咧想讲吼，顶日啊，香港吼，香港因为回归祖国十六年纪念吼，哦，十六年纪念，一国两制十六年纪念。嗯，啊，迄日香港讲有四十万人出来游行，就讲四十二万五千人。哦，啊，我讲香港大概有超。八十万人啦吼，一半以上人口啦，啊，一半以上，卖讲一半以上，香港人那八十万人拢总出来，啊，干那去做官卖出来，拢总出来，啊，你搞有路用？啊，迄个生杀大权嘛，啊，搁掌握伫北京。啊，你搞你搞路用？伊都让你行，让你行，啊，你搞有路用？系啊。所以这个字，啊，你行去海嘛无路。这个张安乐啊，哎，张安乐讲。嗯。啊，那就是一个拢是自由啊，香港人会使行，你咧行啊，行袂出。什么自由啊？行行都无效哩。啊，行无效。系啊。我讲唔是无效呢，有效呢，敢会无效？你想行去袂入，你看西藏呢？你看西藏呢？我甲伊讲，绝对会变成西藏。你香港人会搁行，搁行。有一日解放军就开入来。嗯。解放军就开入来。但是开放军啊，归了就西藏嘛。到到时就无死未台啦，怕死虽然拖登一台安尼。所以个就是讲吼，你唔好吼，唔好安尼讲遐，诶，徛悬山看袂上下。是啊是，吼，你若走入去迄个黑洞，迄是一个黑洞，吸落去一个黑洞，你要过出来吼，你是无生命啊，以外无路通行啦。你无可能，所以台湾人对家己的前途吼，一只吼，较少年的在拜托拜托。嘿，啊恁啊不是啊，想你是。你咱这种的老的，甲咱这半老的哦，我甲你比起来是半老啦吼，啊，甲我家己比起来是足老的。咱唔知是努力拍拼无够，还是功夫用唔对，还是功夫较含慢吼，还是方向念唔对吼。啊，地主讲安尼，我感觉。总共一句来，咱对台湾的历史完全是白茫茫一片。人讲啥就啥一点啊，咱干那所知影就是中国五千年的优秀文化，咱有万里长城，咱有黄河流域，咱的铁路会当上海到乌鲁木齐，安尼吼，干那知影遮个金步铁路什么松花江什么什么安尼，咱拢唔知讲咱台湾有一个落水溪啊，有一个什么安尼，啊，所以讲咱台湾的历史。台湾的这个地理人种，咱的过程，咱拢少年人拢总唔知影，含语言含什么拢无去安尼，所以讲咱的这个台湾独立即嘛正做讲无市场嘛，唔知台湾独立是啥物，最主要是。台湾爱建国，才是正确的。咱要所追求的这个目标，啊，若独立唔独立，像一种的讲法，过去无同啊讲的时阵，一种的讲法，到尾站来，阮差不多三五年前，就开始讲建国，唔是独立，是建国安尼。啊，但是少数人安尼讲的时阵哦，也是沿用以前的这个独立的迄个两字的讲法啦吼。独立等于建国，建国等于。独立安尼，吼安尼行到遮来，咱今仔日是讲以后，咱若是讲伫个行这个社运界朋友也好，写文章的也好，也是伫遐在讲话吼，咱是爱强调讲建国，毋是强调讲独立安尼，较袂迷糊掉啦吼。好，啊，今仔就感谢咱的吴国安老师吼，遮尼辛苦来甲咱讲这個、今仔日这个重点吼，足重要诶吼，足珍贵诶。啊，咱即马吼吴老师休困一下，咱等下念咪大哥倒转来。